小朋友跟我讲说要来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我台中唯一会买衣服的地方。刚刚那个就是超漂亮的伴娘，不管你什么身形，她都帮你弄到最漂亮。浮夸了，真的有在看吗？有啊，变的不是什么样的风格，应有尽有，喝甜喝咸，喝盐很休闲，真的吗？我觉得好漂亮。那你立刻看我，看死的。浮夸的，好看吗？啊、你身上穿的才像布袋，直男没有审美，可怜。谁见呢？若隐若现，我也喜欢。他如果什么颜色，我就全包。想拆礼物哦，你回去可以拆我。后面也有可以打礼物，里面也可以打礼物。打包，穿起来很有气势哎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好诚恳哎，我比较喜欢刚刚那一套可以拆礼物的。好看哦，好好看哦，好看，太可爱了。看，这个好看，这个罩衫有魔法哦，可以前穿后穿，没错，好好看哦，还敢穿上去吗？看不懂，直男，昨天买几件，我不知道，还在刷，不敢看了，考虑他会再打折的，不要再提醒我要去哪里买衣服，就来台中 Kmart， 男生女生都有，今天预算不足没有办法帮你选，满载，耶，放车吧，回家。